搭埋港交所啦，咁啊星期四會公布個業績啦。好，呢、這個 Joey 咧，佢431蚊買咗嘅，佢話請問你支持位喺邊咧？上網又可以睇幾多咧？嗱，咁就嚟緊咧就港交所都會公布業績啦，咁樣啦。咁我咧就市場個期望咧，亦都唔係好高啦，因為你明顯地咧就以往嚟講咧，港交所咧最主要嗰一個嘅收入咧，都係嚟自呢一個嘅新股上市啦，同埋咧係咧對應翻咧如果嗰個大市成交今日係強嘅時候咧，咁變成咗咧佢咧個徵費方面嘅收入咧，亦都會係比較上係可觀一啲啦。咁啊咧，但係咧就由上年嘅六月開始嘅時候，恆指係一路係走弱嘅，以至到咧個大市成交金額咧都係持續地咧有一個嘅萎縮嘅狀況喺度啦。咁啊，再加上咧就冇乜新股上市啦，即係甚或乎去到而家係二月都接近係下旬嘅時間啦，其實咧都仍然係咧偏向係少嘅新股嚟到去上市。咁變咗咧佢冇一個嘅業績嘅憧憬去提振嘅時候咧，咁啊再加上而家咧嗰一個嘅外圍氣氛比較上嘅差啦，咁我相信咧都仍然係存在住一個沽壓喺度。暫時去睇嘅時候咧，400蚊呢啲位個支持度咧，相對上就會比較大一啲嘅。咁啊就咧現時咧就420蚊嘅時候，我相信呢兩日比較關鍵一啲。如果佢守唔住420蚊咧，有個心理準備咧，可能未來一個禮拜會逐步下移落去400蚊，相對上先有支持咯。如果守得住420蚊呢一個位置嘅時候，咁可以咧就逐步咧就睇翻去咧就上網翻就440去到450蚊呢一啲嘅位置。暫時去睇嘅時候咧，嗰個嘅波幅嘅範圍咧就唔算係好大咯。如果你話有耐性守嘅話咧，都可以再等一等先。